请观赏《碧海晴天》。是爹害死的，当日我不该跟他奶奶去提亲，现在害了一条人命。好了，你宰了我好了，你不是认为你亏欠月英吗？哎，你宰了我，省得我每天看着你我心痛。你宰了我，你不是认为你亏欠月英吗？你宰了我呀，在呀、啊！你别好了，就别在这儿折腾他了吧，你让他静一静吧。别傻了，事情都过去了。不，对我来说不会过去。我之所以能活到现在，就是对我自己一种惩罚。每一天，每一刻，让我良心。对我自己惩罚，我要弥补我的罪。你是想彻底的毁了你自己，好像月小姐来赎罪是吗？你有想到过娘吗？你有替娘设想过吗？从小到大，我从来就没看过你这个样子。原谅我，你决定要毁了你自己，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娘，我很累，我很累。这是娘特地为你熬的汤。
希望神明保佑，让他早点清醒过来。怎么了？他走了。这是宇轩留下来的书信。经营的是你这月的贡献，谢谢。哎，初三一上工你就打破了三块琉璃瓦，初八打盹不看好窑，结果里边的砖瓦都烧坏了，刚才又是八块青砖。哎，不是八块，是七块而已。我管你八块七块，反正你这个月的工钱报销了。哎，除此以外，你要给我免费做一年的长工，才能清偿欠我的账。嗯，老板，你一个钱也不给我，我饭也没得吃，那我饿死怎么办？那是你的问题啊，我管不了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也是你的问题啊。要是我饿死了，我欠你的账还不了，吃亏的还是你呀。好，这个是你的工钱。哎，一天两个馒头啊。这锭银子大概够吃一年的，你省着点用啊，我不会再借钱给你了。老板，一天两个馒头怎么够饱啊？哦，难道你还想吃山珍海味不成啊？我，老板。好了好了，我对你已经仁尽义尽了，你还啰嗦，两个馒头取消掉，你啃树皮好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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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。小月 啊，怎么领了工钱要请大叔去喝酒了？你还说呢，都是你介绍的好，介绍我到那个猪头山那里去打工，我啊做了不到一个月，一毛钱也拿不到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？废话少说了，你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工作介绍给我？怎么，你砖瓦厂的工作不做了？我能不做吗？我最少啊要进那个猪头山免费做一年的工才可以赎身呢。那你还我给你找工作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每天只靠两个馒头过活，要是我不找一份工作兼差啊，我恐怕撑不到十天就报销了。什么？你要兼差？哎，不成不成不成啊。我晚上有空啊。晚上？对呀，你快看看还有没有工作可以让我晚上去做的。哎，有，不成，你不行的。谁说不行的？只要有钱可赚，就是上山下地，我也可以做的。这份工作倒不用你上天下地啊，哎，不过要女的才行的。那个镇上一家妓院，哎，要找一个帮佣的，不过是他指定要女的啊。女的我也行啊。啊，哎，你别开玩笑了啦。我告诉你啊，其实啊，我是个女的。哎。小月啊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需要钱呐、啊，不过我总不能让你男扮女装去骗人呐、啊，这个不行呐、啊。哎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嗯，我真的是个女的。哎，小月啊，我知道你很需要钱呐、啊，不过我总不能帮你男扮女装去骗人啊。我真的真的是个女的。你不信你看清楚好了。不行，哎，不管你扮得怎么样像了，哎，不过还是不管用啊，啊！从前啊，这个
真想有一个男的，一是男扮女装去陪客，哎，结果活活的被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嗯。那没有关系啊，我真的是个女的嘛。小月啊，你不要冒险了，男扮女装这个划不来的啦。哎呀，你别管那么多了啦，反正你带我去看看就是了啦。事成了之后，你的介绍费我少不了的嘛。哎呀，不行呐，这种缺德钱我不要赚了。哎，你回去，哎，不要。大叔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大叔，你。这个镇上只有两家妓院，你不带我去，难道我自己不会去吗？你是想到我这儿来做帮佣的吗？哎，是老姜介绍你来的吧？不，我有一个表哥，是你们这里一个客人的帮佣，他知道你们这里招帮佣，所以叫我来试试看。小潘呐，明儿呢，你去告诉老姜，就说我已经找到了帮佣的了，甭麻烦他了。是。小潘，把他带进去，你指点他做点什么活。是，谢谢。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不过只是先小人后君子，先跟你说个明白，免得以后大家闹得不愉快。你要知道啊，我来这里只是当帮佣，绝无其他，你可不能逼我做其他我不愿意做的事啊。哦，你是怕我逼良为娼？我不是怕，我只是先此声明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就凭你这种姿色，你还有资格赚男人的钱呢。傻丫头，这一阵子啊，想做戏赚大钱的多得很，咱们这三天两头呢就有女娃来毛遂自荐，她们都比你漂亮的，你真有咱们老板娘会有这心血精神逼良为娼吗？对不起，哎呀，你走路不长眼啊！你还说呢，你少骂句无耻下流的话，也不会撞到我了。我骂我的，你走你的，我又没防着你。哎，小月，真奇怪，你既然看不起这个地方，干嘛跑这儿来帮佣呢？那还简单不过吗？都是钱作怪啊！我要不是缺钱呐，我才不会来这个鬼地方伺候这些狗男女。老爷，不是说好了所有客人进房休息以后我就可以收工了吗？你别这身大气粗的好不好，我也不是你去干活。哎，小月，这么晚一个回去不太方便，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不用了，谢谢。那我进去吃东西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那我进去吃东西好不好？没说什么。对不起，我明明听到你说要请我吃东西的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你可不能抵赖哦。你答应让我去吃东西了？这是一个好提议，我为什么要拒绝啊？好，走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是吧？小潘，我会永远永远记得你的。才不过是几碗牛肉面，算不了什么的。哎，在我心目中，这几碗牛肉面比我惯吃的包身赤肚来的宝贵多了。你惯吃包身赤肚？也不是常常啦，
才不过吃过一次。哦，对了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是不是全死光了？没有，他们还活着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看你眼眶红红的，以为你们全家人都死光了。他们还活着，我跟他们失散了。失散了？怎么失散了？我饱了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明天我一大早上还要干活呢。好好好，哎，小二，小二，算账。好，够了吧？对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慢走慢走。好好好。客官，醒来了，我们要关门了。关，你不走，我们怎么关门呢？左手光了。哎。谢谢。哎哎，客官客官。啊。不够。不够。差多少？再掉下去。掉。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再给我一瓶酒。我走了。来。小月。哎呀，本把是我呀。你吓死人了。你们女孩真是的，一个个胆小如鼠的啊！来来来，来来，你歇歇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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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啊。你叫什么？你吃的好凶啊，要不觉得你是我女娃的话，一定以为你是男扮女装的了。我男扮女装？对不起，我只不过说说而已啊。这也难怪你误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奶奶啊，她想男孙想得发狂，一个劲儿的逼我爹纳妾。我娘啊，她是个醋坛子，差点要上吊呢。后来我爹啊，想了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，就跟我奶奶说啊，我是个男的，于是就把你当男孩子养大，对不对？嗯，聪明。哎，快吃快吃啊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恢复女孩身体了？才不过年多而已啊。怪不得你的言谈举止呢有男孩子作风。哎，这也不是我的错啊。那当然了。你跟家里什么时候失散的？不要问这个了，行吗？行行。哎，小潘啊，常常要你请我吃东西，真不好意思。等我领工钱以后啊，我再请你到这里来大吃一顿。哎，啊，甭提甭提，小意思小意思。小月，漂不漂亮？不错啊。送给新疆人的，聪明。那，给我干嘛？你拿着就是了。什么？你知道，我以我这一辈子啊，不会选女人的。我15岁呢，就在剧院做事，所看那些年就是贪慕虚荣呢，是视钱如命的，叫人恶心。我没想到，我见了你以后，小潘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是我暂时不想谈这个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。所以说得好，咱们是年轻，来日方长。再说，我也不能够马上娶你啊，娶你我也没本事养你啊。这是我娶老婆钱，你帮我收起来。以后呢，我赚钱之后呢，全部交给你啊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？有啊。那你还搞什么名堂嘛？你干嘛？你帮帮我忙好不好？帮我存起来。你知道我在有钱的时候就把那钱呢就进贡赌场，你不帮我的忙的话，我将来一辈子没有办法娶老婆，
注定做光棍了。来来来，帮个忙，帮个忙。再说嘛，我们之间呢，也不见得一定是我非娶你不可，你非嫁我不可，对不对？啊，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哎呀，收下来，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啊！哎，小二，来来来，来，还要吃什么？小玉，哎，小潘，赵大人今天心情不好，我赶紧干活，不能帮你了，免得挨骂。哎哎哎哎，你的钱跟金钗，哎呀，笨死了，不要叫，把他存起来吧。喂，哎，喂，给大娘看看，你看身体壮得很呢。我江大叔啊，啊，小潘没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找到帮佣了吗？怎么没有啊？嗨，真是没心肝啊。这个，哎，就是他呀，他蛮有劲儿的。他，他是个男的呀。男的。大娘啊，他叫小月啊，在前他办那个砖瓦厂当厨工啊，因为缺钱用，所以要找个事情兼差，所以他来找我啊。哎，你到底是男的是女的？哎呀，他当然是个男的呀。那天呀，我跟他说，你这边有一个缺少一个女帮佣的。一转眼他就不见了，他就扮成一个女的来找我，哎，叫我介绍他这边来工作。你说他荒唐不荒唐嘛？啊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他的脸是不是有点像男的？哎哎，你把下巴抬起来。哎哎哎，你不要碰我。是男的，哎，可是这么看又好像是个女的呀。哎呀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把他衣服扒下来不就明白了吗？哎呀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哎，扒他衣服，来来来。脱下来看看，哎呀，你不要碰我！脱下来看看嘛，小月，小月，小月。哼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把我害透了。我不是诚心要骗你的。啊！你还说你不是诚心骗我的？你明明是个臭男人，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？啊！骗我的工钱，骗我的金钗，骗吃骗喝，还骗我的……哎哎哎！我从来没有向你要求什么，钱跟金钗是你逼我要的，我也没有要，是你要请我吃东西的，我也没有要你请我吃东西。哎，你是个臭男人，我还请你试试你喝啊！一想到你男扮女装，我就恶心了。为了钱呢，你这么下贱，什么事情都做出来，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你嘴巴放干净一点啊！是你自己有眼无珠，男女不分，雌雄不辨，怨不得人。岂在？岂有此理啊！你让我丢人现眼，还说我不像话，我今天要不宰了你啊，我就不姓潘。我，臭小子，有种你也别跑！哎呦！啊，对不起。你。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！原来你跳海自杀是假的。对不起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一句都听不懂。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谁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？是，我不认识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叫洪宇轩，彻头彻尾的糊涂蛋。我一直以为你跳海自杀是我逼的，你死了之后，我自己的良心不安，把我自己折腾得死去活来。为了你的死，我自暴自弃，
为了你的死，我终日与酒为伍，为了你的死，我离开家，我决心要摧毁我自己来向你赎罪。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，月小姐？这是我应得的报应，是我咎由自取。我怨不得人，我怨不得人。哎，说完请坐。小二，请。有酒。几个月来为了你折腾死去活来的，难道我发点小脾气都不行吗？小脾气？刚才你那副模样也叫小脾气吗？如果你发起大脾气来，你不是要把我给宰了吗？月英，你怎么打人呢？好像车掉了。于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过你的头给人家打破了。啊，也许是老天爷惩罚我，不该向你发脾气。你不要这样说。来，我扶你回去。啊，坐坐。等会儿，我收拾一下。别麻烦了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嘛。你真的不要去看看大夫？不用了，只是一点皮外伤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吃了几个月的苦头。不能怪你。是我自己不守信用，强迫你要嫁给我。逼我嫁的是我爹跟奶奶。不是，我当时要能够坚持的话，他们也不会要你嫁。你错了，就算你不娶我，我爹跟奶奶也会想办法把我这个大麻烦嫁出去。你奶奶她不是这种人。他不会把你的幸福当作赌注的。你以为你是我奶奶心目中唯一的人选？我以前是有这么想法，可是人各有志，我总不能把我那一套硬加在别人身上。如果你真的认为天阳适合你，我也没有话说。这些日子，你变了很多。你也变了。对了，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你说。你回莱州以后，千万不要对我的家人透露我还活着，就让他们以为我死了好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有脸回岳家吗？难道你一辈子都不会跟家人见面了？你早点回莱州去吧。你离家出走这么久，你娘一定很伤心。我走了。云英，这是你的东西，拿回去吗？
这个东西怎么会在你身上？你有天眼的消息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走了，我说你要发脾气，滚回家去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之间恩断义绝，我这一辈子也不要再看着这块狗屎。谢谢。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去休息？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。玉英，你有没有上天龙寨去打听天养的下落？没有。要不我去请你跑一趟？不用了，我的事你别管。玉英，难道你打算留在这儿？你奶奶和你娘还有你爹知道你活着的话，不知道会有多高兴。还有文昌、实验，你不要多管闲事了，行吗？玉英，跟我回去吧，这里不适合你啊。你以为我还能回去吗？现在莱州城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死掉，每个人都在背后说长说短，我已经成了岳家的耻辱了，我还可以回去吗？你回莱州以后，如果你告诉我的家人我还活着的消息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怎么样，找到岳姑娘没有？怎么样，找到岳姑娘没有？七叔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哎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看奶奶不会失踪到无影无踪的。叶淑梅阿姨，你不要开心，我告诉你，就不是找不到我干奶奶的话，哎，我也不允许我干爷爷娶任何的女人，因为我干爷爷就是我干奶奶这么一个人，我干爷爷要是任何娶了任何一个女人的话，我就让我干爷爷变太监。嗯，干爷爷，干爷爷不要担心嘛，这干奶奶也是女流之辈，她不会跑远的。如果不会跑远，那为什么找来找去没有音讯呢？哎，对了，哎，我有一些江湖上的朋友，也许他们可以帮我忙找一找啊。真的可以啊？不，可是这个……可是什么？不是，他们都是在江湖上跑的，有时候他们……没问题啊。如果他们真能找到月英的话，我们可以给赏金啊，赏金可以出到500两。那5000两？50两。50两这个不行，5两也不干什么啊？每个古灵精怪的样子。因为大娘说我们，因为大娘说我们到底是马贼，要非得化点妆才能混出城去，要不然一出了岔子，大伙就玩完了。哎呀，大娘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岳存宗已经颁了特赦令了，以后我们不必害怕了。废话少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能上这个龟孙子的当。啊？你说谁是龟孙子？当然说你了，堂堂男子汉，居然认个女娃做奶奶。
不是说你是说谁呀？好了好了，有话慢慢说，有话慢慢说。你看看他呀，他不是利用月英来骗钱是什么？干嘛动手动脚的？对对对对，这做贼心虚，做贼的陷害抓贼。哦，难道说你不是马贼吗？天涯，你要找月英，何必找外人帮忙呢？咱们黑鸡帮要人有人，要马有马呀，我多派几个人去找他就是了，何必花这种冤枉钱呢？呸！凭你们这些狗屎蛋还能够找到人呢？天涯，他在侮辱你。啊，你说什么东西？天涯是咱们黑旗帮的老大，你侮辱天涯就等于侮辱咱们黑旗帮。不，你，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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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吵了，大家一家人，不要吵来吵去的。哼，我才没空跟他吵呢。好了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老三，老三，九斤，你们俩就负责去把月英找回来。哎呀，九斤一个人负责就可以了。不，我一个人负不了责，那俩人好一块商量商量。嗨，月英现在是天养的心头肉啊，不管是下天入地，你得想办法把他找回来，要不然呢，你这个三档头就甭想当了。天养，你放心好了，不久啊，他就会回到你身边了。希望如此。小潘呐，进来一下。哦，拿，把这个拿回去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小月亲自给送回来的。算这小子识相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没了。什么？这小子，人家可原来的确是个如假包换的大姑娘。你说什么？大姑娘啊！哎呦，真是糟了！你不要乱来啊！你又想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啊！你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！不是，我提着糊涂蛋，你明明是女娃，我去把你当臭男人。找人告诉我，他来判过你，你的确是个女的，你确实是个女的。你放手啊！你放手啊！原谅我，冤枉，原谅我，小云，是我错，原谅我。原谅我，你小云，哎，小云，你不肯原谅我啊？小云，你不原谅我啊？小云，你了啊，小月，我好开心啊！哎，你又想干嘛？小月，我眼睛都红了。哎呀，我好开心，好开心！哎呦，来，哎，拿着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啊！我不想又挨揍。小月，那你不原谅我了？原谅你是一回事，当你媳妇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跟你啊。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你是个穷光蛋。哎，小月，书说好，宁娶白发翁，莫娶少年穷。我还年轻，我将来一定有办法的。你样子不好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不能以貌取人，要以心肠取人。我对你根本就没有好感。我对你有好感啊。小月，你放心好啊！啊，将来啊，我一定会以我真诚为武器。我相信不久将来，一定会被我所感动的。嗯，你完了没有啊？谢谢你啊。啊？好，三档头。哎，哎呦，三档头，你在这儿啊？你怎么搞的？你找你找半天呢，我呢。找干什么？找你商量一下找二姑娘的事啊，你倒是说说看，咱们要从哪儿下手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我怎么这么凶干什么嘛？哼！大娘让我们两个人来负这个责任，那我不问你，我问谁？那我还去问土地公去啊？哎，说不定真问土地公可以啊。哎，我听说他们这儿的土地庙挺灵的，要不要咱们俩干脆明天去补他一个寻人卦，好不好？卜卦。补你的头呢，
卜卦就能找到的人呐、啊？世界上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你今儿是怎么了？你老哼哼哼！我身体不舒服、啊。好，别再哼了，咱们赶快去找找看吧，要不然怎么跟大娘和天养他们交代？你说，哼，你还哼、啊？土地妈在哪里？你跟我去吧，走走走走走，就在那个后街巷口那个地方。哎，还没歇着，大娘是你啊？我能进来坐会儿吧？当然可以啊。嗯，还是你懂规矩。说起来，我还是天养的义母呢，不像那个臭丫头，从来不把我这大娘放在眼里。大娘，请喝茶。哟，瞧哦，真是迷死人呐！这个小手是又白又嫩呐。天养真是瞎了眼了，干嘛挑那个不男不女的？怎么不挑你呢？坐下，坐下。老实说，你对天养还没死心是吧？我死不死心已经不重要了，天养现在对我已经没有感情了。嗯，那你干嘛非要厚着脸皮赖在天养身边呢？说到底儿，你对他存着一份希望，是不是？可是天养现在心里只有月英。哎呦，有他管个屁用啊！现在人都不见了。我就不相信天养会一辈子打光棍儿，到底是男人吗？你相信我，你这场仗啊，马上就要反败为胜了。就要反败为胜了。也许三档头跟九斤很快就找到月姑娘了。啊，这个你不要担心呐。三档头跟我是一样，打心眼里讨厌月英那个丫头，她才不会费力气搬块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至于说九斤嘛，那个呆头呆脑的，啊，他不足为患呢。不一定九斤他真能找到月姑娘呢。哼。他就是回来，我也设法把他赶走啊。到时候啊，只要你依我吩咐行事，我保管你早晚会当我的干儿媳妇儿。哎，小月，哎呀，干了一上午活，过来歇歇啊。我带了好吃的好东西来给你，烧鸭鸡腿啊！哎，来了来了，你放过我行吗？我也不是来向你求婚的，我是带午饭来给你吃的。你对我没有好感没关系，可是不要对这些东西没好感啊！啊，这些东西都是色香味俱全的好东西啊！啊，有好东西啊，你留着自己吃好了。哎，我有我的包子。哎呀，吃包子怎么行呢？多没营养啊！要干活有劲儿的话啊。吃这个啊，给你干活有劲儿，来，长个面子，吃一口，吃一口嘛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再这样瞎缠，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。小月，你有权不爱我，但是你没有权阻止我不爱你啊。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不怪你，你别生气，我先走了，等你心平气和我再来看你。记住，要保重自己身体啊，我会心疼的啊，我走了啊。嗯，哎，哎，哎，小月，哎，那些砖瓦都弄好了？嗯，马上好了，马上好了。你不要急嘛，我也没催你嘛。哎，小月，你懂写字吗？嗯，懂啊。嗯，那就好了。从现在起啊，你不要干这粗活了，就专门帮我管账。什么？哎，你先别高兴，这是试用，干不好你还恢复干旧活。嗯，钱老板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尽心尽力的把工作做好，不会令你失望的。哎，客官请。我在这儿。啊，小张啊，借个笔墨用用啊。好。
在了。你看一下，可以就签个押。老板，你们搞错，不是说好一个人换一个人吗？对呀、啊，是一个换一个。哎，月英换洪玉轩。既然如此，月英他才不过要替你做一年又十天的工，你为什么要我签两个？哎呀，我如果没有点便宜捡，我干什么要卖你的账？算算算了，横竖我也不在乎，这笔生意算了。不不不，不签就是。月英签的那张，哈，我是生意人，当然是一诺千金。可以吧？就让我们